魄，刺破苍穹，像惊雷炸裂，炸裂长空，天地之间有一缕寒光，那是正义之神铸成的利剑，利剑。藤蔓剑在心，给眼睛一片蔚蓝，剑在手，不放过贪婪的藤蔓，剑在心，给眼睛一片蔚蓝。如剑，智慧如剑，有我们就有祖国的笑颜。北高这十几个点已经踩过了。什么？什么时候踩的？放假这几天，我和铁菊都没回家，一起去的。哥几个，我坐这儿行吗？有，有，安全。哎，常老板啊，跟俺小兵在一起坐，荣幸。坐坐坐坐坐那个，你们慢慢谈啊，慢慢吃啊。哎，啊，你们聊。干嘛？你干嘛？走什么？挺好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牌桌上耍薄了人情，酒桌上喝厚了感情。我这人家也知道啊，从小啊，滴酒不沾。我是真心实意和你铁浩交朋友，我这是假酒，但是是真情。来，干一杯。任何，那得真喝，那必须的。来，好。铁浩，你是个痛快人。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跟你说，铁浩。这体育界有句话，叫“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”。来，这句话在咱们这儿啊，得倒过来，叫做“任务第一，友谊第二”。铁浩，你利用假期去踩点儿，确实很辛苦，真的，那也是。你违反纪律，我违反纪律。对，哎，我违反哪条？你应该知道，保密是第一位的吧？我当过兵，还干过公安，保密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你想过没有？万一北高的人认出你怎么办？我不认识北高的任何人。你不认识人家，人家认识你。谁呀？你是省稽查局的副局长，来省里边开会的人多了，你记不住人家，人家记不住你啊。万一认住你怎么办？再说了，你一个人出去很不安全，这你应该知道的。我说过多少遍了，现在咱们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，稍不留神，宣判结束。我们必须保证万无一失。行，挺好。
先去，先睡下啊。您好，请问您找谁？我是纳税人俱乐部的会员啊，来听讲座啊。走后边那门。哦，后边哈。谢了啊。没关系。搞什么鬼啊？国税局楼上开俱乐部，人家有来头有背景，你开一个试试行得通吗？来晚了，赶快508。哎呦，秦总，几点了都？啊，今儿是马哥给讲的。马哥他不管这事儿，找了一个王教授。王教授，你就甭问这个了，老老实实听课，好好赚钱，赚完钱别忘了我啊。哎呦，我忘了你。走走走，哎，昨儿晚上大家都想知道虚开增值税发票是怎么回事，那我们先得谈一谈什么是增值税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这支笔啊，商家购进的时候他们花的是100块，但是得交17%的税，100乘以17%也就是17块，我们管它叫进项。但是商家卖给我们多少钱呢？卖给我们120块。那这120块乘以17%等于多少？大家算一算多少啊？对，20块4毛。我们管这个叫销项，增值税等于销项减去进项，也就是说，20块4毛减去17块，那就等于3块4毛钱。这3块4毛钱就是我们要谈的增值税。王教授，那虚开增值税？问得好，顾名思义，虚就是假，根本就没有交易，只不过是在发票上做文章，或者可以增大购进价，要么减低销售价，然后再按公式这么一减，这个虚假增值税就出来了，就是那么简单。送货里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发外加工，一种是资料加工后公司收购。看半天，就这么几户来，说他每年能创汇几千万的才见过。是啊。根据国家出口退税政策，足契的退税率为17%，7000多万元的货物啊，1190万。你说这一看就是骗取出口退税上做文章做生意。像这种企业，我告诉你，这一代肯定很少，就该给他查封。哎，那边辛苦。哎呀！哎呀！呵，你干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拍马屁拍在马蹄子上。怎么了？你说，我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加班加点，哎，还闹一个我犯忌的，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你没听说现在啊，出了大学校门的，这算知识分子；你像我这种职高毕业的，撑死算个知识青年。没他有文化，你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，到底要说什么呢？啊？哎，老张，你跟永波以前待过，你跟我说说他是什么样的人？绝对是个好人呐！啊，你看他，为人正直善良。待人宽厚，对自己要求严格，外柔内刚，虽不轻易流露嘛，但他是热心肠，讲义气。铁局啊，说句没有深浅的话，你可别生气啊。说呀，你到底哪儿不服他呀？其他倒没什么，我告诉你，我就看不惯他做事忒面。哎，他到底为什么批评你？批评的对不对？说他不对吧，他倒有一些道理，挺让人咂摸味儿的。
不过我就受不了他，你说跟你交朋友吧，还拿着个酒跟你冠冕堂皇的，我绕不过他。要说呀，您没上过学堂，那连鬼都不信。就凭您这书法和您画的画，不知道的人以为您有大学问的人呢。这呀，还多亏你外公挺开明的。他从山外请来了私塾先生，教了我好几年呢。哟，妈，那外公在你们那一代一定是很有钱的人喽。有点吧，他出过山，挺崇尚儒家思想的。儒家思想？儒家思想是不是孔孟之道啊？反正我也说不清，我学的是三字经、百家姓、千字文、四书五经什么的。唉，不过没有学完，山里来了工作组，教授先生就走了。我想啊，您学那些东西肯定是特封建。封不封建的我不知道，不过讲忠讲孝讲仁义没什么不好。对，那倒是。小雨啊，今天听乐乐说，合着这交税还挺重要的啊。哎呦，永波呀，一天跟乐乐瞎说，所以说乐乐呀，也跟着他爸瞎说。哎，小雨啊，我想，那些公司企业的老板要是偷税漏税，瞒不过你们会计吧？那是啊。哎呀，妈，其实啊，我一直想换个单位，不是说我们单位小，关键是我们头啊，他不待见我，我干着不顺心。为什么？你想啊，我是专业会计，懂账懂税，又是堂堂的国税稽查局局长的老婆，他们呢干点啥事都瞒不过我的眼睛。我待在那里啊，他们腻歪，开除我不敢。所以说。干不顺心，反正不管顺心不顺心的，都不能伤国家的税、人民的钱。小雨，这呀就叫忠。妈，爸爸家是华侨啊。华侨做生意，家里呀肯定特有钱。哎，那家里有钱，干嘛把儿子送回国内读书啊？那穷不拉撒的，真是。其实啊，旅居海外的华侨，不管他有钱没钱，都改变不了他们的中国心。我也听他说过，解放初期，好多华侨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回国家来培养。是想等他们长大了以后为新中国效力呀。哎呀，这些爱国华侨的思想境界就是高。哎，爸爸长得一定特帅，从永波的身上我就能看到他的影子，要不然他怎么能配上您，是不是妈？哎，妈，爸是怎么病死的呀？小雨啊，睡觉去吧。好吗？那你也早点歇着啊，妈。舒然，国外结婚，姓送戒指。我
今天砍了一对金条，做了一对戒指，你一个，我一个。虽然不是金的银的，但是朴素、结实。我给你戴上。进来吧。爸，怎么不在香港多待几天？我妈她还好吧？你妈好着呢，一天到黑不是上街买东西，就是泡在麻将台上。爸，那你想让她干什么？出任远东集团总裁？爸，又和我妈吵架了。哎，我才懒得理他。那就好。哎，今天你怎么没上网和你的网友聊聊啊？他出差了，过几天再回来。好啊，啊，懂那么多古诗古词，学问高，你得好好跟他多聊聊，长点知识啊。听说你装了视频，嗯，是男的还是女的？男的。啊，听声音很年轻。你们年轻人呐，网上交朋友也不知道长成啥模样，也不知道多大岁数。我告诉你啊，要适可而止哦。人这一辈子啊，男的怕娶错老婆，女的就怕嫁错郎。爸，嗯，那我先去睡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好，晚安。晚安。我哥呢？在那边呢。就他一个人啊？还有司马懿。啊，那我们去找他们吧。我才不去找他们呢，这俩人待在一起，总是鬼鬼祟祟的搞什么阴谋诡计。你没听过，越是搞阴谋诡计的才能赚大钱呢。行，哎，嗯，我先上去了。错吧，你就是需要多运动。哎，真的向你学。哎，啊，司马，我发现你最近对那个游智慧可是越来越认真了。对，他值得我认真。说实话，这个游智慧确确实实是才貌双全，无可挑剔。只可惜啊，他是干税务稽查的，要不是干税务稽查的该多好啊。算了，不提他了。我一直想问你啊，方，你跟林林你们是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你说说你们俩啊，表面上看上去，嗯，挺好。可是我总感觉你们平淡、平静。这平淡的吧，像一杯白开水；这平静的，怎么说呢？像山井里的水。总之啊，我感觉你们是不甜不苦，不咸不辣，不酸。阿芳，你告诉我，你们这种表面上的和谐，是不是恰恰说明了你们感情并不和谐？
什么和谐不和谐、啊？衣服而已。什么？古人说得好啊，兄弟如手足，妻子如衣服。衣服不能只有一件，所以他们妻妾成群。可如今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，公开纳妾是不可能了。所以，妻子就如同外衣，必须是名牌，是穿给别人看的。这情人嘛，就如同内衣，不需要什么名牌，但是要舒服，要贴身，还要漂亮。阿芳，你不觉得你的内衣太多了吗？你看看你，从酒吧到桑拿房，从洗头房到你厂里的女工，知道我担心你什么吗？怎么？我担心你的身体罩不住，所以我要加强锻炼呢。不跟你瞎扯了，我接着游泳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用同心结拴住你的心啊。亲爱的，用不着拴，我的心已经和你长在一起了。谁呀？我。什么事儿？睡觉。外衣没有空陪你，随便去找件内衣吧。啊，好好好，到了到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师傅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这小雕一点面子也不讲。况且您这演的是哪出啊？您自己的车呢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搭卡车呀，一是目标隐蔽啊，二呢是跟司机聊聊风土人情，长不少见识啊。行，你可真行。走啊，好。哎，还有两三公里吧？是吧？离驻地两三公里啊。好，那咱们很快就到了。哎，邝军，这几个月的重点啊，我们就是搞踩点。我们把信息库里面的数据和我们调看的一些票据啊做了比对，问题非常严重，可以说是驴唇不对马嘴。我们把那些有问题的企业做了编号，邝军您看看吧。这材料有几份啊？目前就一份。哦，你把它再打印两份，给我一份，给铁矿一份。好啊。那我那份就算了吧。啊，我看这个他脑子都大。你看，他是领导，我听他的就完了。好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咱俩都是副组长。我这副组长不就是冲锋陷阵的吗？是不是？你说这东西我不行，我水平你还不知道？这行了你，你想推卸责任是不是？我真不行，我来点实际行，来，我给你们打水，你们俩聊着，我打水。这行，拿的没辙。行啊，你俩的事儿，你们自己去处理吧，我不介入。进来，
种。什么呀？和你手上一样的报名表。有多少人呢？很多，1000多个吧。连分公司在内才15个名额。哎呀，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呀，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，两条腿的人有的是。小周，没啥事，我出去了。好，去吧。常永波。高兴的事儿啊，真是奶奶。哎，今天是妈的生日吗？哪儿啊，小雨啊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哎，妈，我跟远东签约了。签约？签什么约啊？远东集团聘我进他们的财务部，下星期一就上班。你跟远东签约了啊？妈，你可真有本事。那是。哎，乐乐，妈妈请远东的事儿你先别告诉爸爸啊。为什么？等啊，哪天我高兴的时候再告诉爸爸，让他以后啊别在我面前牛，对不对？嗯，走，哎，咱俩干活去，做好吃的啊。嗯。阿然，你嫁给我，我要娶你。可是你那个同学陈新年好像对你……他怎么能和你比呢？可是人家说他爸是城里的大官，他哥和苗壮是歌舞会主任的。嗨，这跟我们没关系，我只喜欢你。咱俩才结婚10天，你还是走吧。可我走了，你怎么办呢？没事，我从小就在寨子里，习惯了。走吧，这不是你待的地方。我舍不得你，舍不得我们一起砍柴的那片树林。那是咱俩的伊甸园。可伊甸园太苦了。等你回去后有了办法再来接我好吗？哎，那我先走了。等等，我送送你行吗？行。
还有什么回事？你今晚有事吗？一定。干嘛？出去转转。一定。啊？我告诉你们啊，8点钟在会议室开会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。啊。哎呦。哎呦，老局长啊！哎呀，您二位这是？哦，我是来看个老战友。啊，你看，到北港来怎么也不给我打个招呼呢？哎，私事嘛，就不能麻烦你们了。哎呀，让我尽点地主之谊啊！不了不了，啊，谢谢谢谢。那行，那你们忙吧。哎，好好好。这点不能多，通知大家马上转移。明白了。孙郎他跟谁都挺熟络的。他原来啊是这儿的地税局长，啊，这些人的吃喝拉撒全归他管。哎，你们先去湖边吧，我上头领导来人了，我得去汇报一下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待会儿，但是可能今天陪不了你们。这有什么事儿？走吧，走。哎，张哥，阿贵，回去拿行李去。这怎么回事？要换地方。哦。哎，你说这孙副局长至于吗？这么诚惶诚恐的。他这种人呢，活得最累了。一方面为了保官拼命巴结上级，另一方面还要捞钱，装廉洁立牌坊。是啊，他保官是为了保全，保全是为了挣钱。可我们呢，花小钱挣大钱，把钱变成权，把权再变成钱。所以说，有你这样的不法商。再加上他那样的贪官，这整个的经济秩序全被你们搞乱喽！嘿，哥们儿，这怎么说话呢？这是啊！你想想，没有你这诸葛亮在后边给我出馊主意，就凭我这智商，能干出这些好事？哎，最担心碰上被告的干部，结果还是碰上。还好有个武警招待所。否则呀，这么多人还真来不及安置。孙局长，你来了。城里税务局的那些同志都住在哪些房间呢？哦，他们已经走了。走了？是啊，走了。慢走啊，孙局。我跟永波、田浩我们商量了一下，觉得还是应该开个会，把一些情况跟大家通报一下。同志们，从专案组成立以来啊，我们的工作量那是惊人的。这两个多月里面，我们调阅了1000多户相关企业的相关资料，我们查对了有近100万个数据，我们完成了一批可疑企业的详细分析评估，很快地掌握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，完成了大战前的准备工作。所以，税务总局和省局的领导对于我们雷厉风行、不辞辛苦、勇敢善战的精神，那是很满意的。他们一定要我转达对同志们的亲切问候。接下来呢，省局将要从各稽查局抽调一批最优秀的干部来和我们一起战斗。如果说把整个行动队伍说成是一把剑，那你们就是这剑上的利刃。俗话说啊，好钢用在刀刃上，那你们就是这利刃上的金刚啊。这次我过来的时候呢，李局长一定要我带他向大家问候，同时他还指出啊，为了顺利完成这项艰巨的战斗任务，有10个字，请大家务必记住，那就是依法、文明、认真、果敢、守纪。
我说清楚了没有？啊，艾丽，你重复一下。依法，文明，认真，果敢，守纪。很好。我们不光要记住啊，还得要贯彻到实际行动当中去啊。同志们，为了使人民的利益不受非法侵害，为了捍卫我们国家税收法律的尊严，匡扶正义的利剑，就要出鞘。你这边有鱼上钩了。哎，好运气，兄弟！哦，是条大鱼。老孙，孙局，鱼已经上钩了。对了，昨天我们碰到那两个人是什么人呢？搞得你们这么紧张兮兮的。十几个人赶过来扑了个空，这不批评我汇报晚了。兴师动众的到北港来，怕是此地无银呐。哎，我孙姐，你也别疑神疑鬼的，没准他们真是来看什么人。我是一直在想，即便他们真的是来查税的，又能怎么样呢？我不相信这么点小事你还搞定他们。凭你孙局，据我所知，他们是意志非常坚定的人啊，哪像钓个鱼那么容易。哎呀，这些都是江源的特产呢、啊。我猜你是去江源了吧？哎呦，不对，这还有腊肠呢。你是去会官了吧？哎呦妈，啊，你就别瞎猜了。这些东西啊，大超市里有的是。永哥呀，100%是回到南江市才买的，对不对，永哥？哎，儿子，赶紧吃饭了。我不是不想打电话，也不是不想发短信。哎呀，我们是有纪律要保密。来，开了这么久，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呀？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？没有。朱平，也许你挺烦我的，我知道我自己挺赖的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。麦丽，你到底跟你爸爸闹什么别扭呢？为我妈妈。你妈妈不是很早就去世了吗？都怪她，要不然我妈也不会走得那么早。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呀。朱平，没认识你之前，节假日我总是糊里糊涂就混过去了。可是认识你之后，我就真的把江源当成自己的家了。我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，我就是愿意把你当做最亲的人。你怎么那么傻呀？那你愿意和一个傻子约会吗？就算咱俩最后没戏，我也愿意当你哥哥，弟弟也行。你就算让我死心，也得有个过程吧。嗯，哎，明天给我打电话。你刚才呀、啊、还说什么剧，整个一个六亲不认的，整天喊着建设和谐睦邻的社会环境，啊，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睦不了，还睦邻呢你？胡说八道什么呢？
什么叫六亲不认啊？我们就是要保密啊！保什么密呀、啊？你们不过琢磨着把人挣到兜里的钱，再逼人交工，对不对？哎，永波，你们这次又准备整谁呀、啊？你给我闭嘴！什么整谁啊？我们是工作。哎，来吧，行了行了，吃饭吧，吃饭吧。给你按摩，汤好喝，喝吧。哦，对了，今儿的这个螃蟹啊，可新鲜了。来来来来。来，乐乐，来一个啊！哎，尝尝这个小闸蟹。我来吧。虽然小，但是很新鲜的，刚运来的。嗯，擦擦手。哎，最近在忙什么呢？我还能忙什么呀？也不怪，就是为了我的女王陛下的未来宫殿，备砖、备瓦、备料喽。算是清楚了，做人呢不能轻易承诺，承诺了就一定要兑现，负担很重的。我答应过你，要让你过上女王一样的生活。从那天以后，我就拼命积累资金，心里好累呀。你不会因为赚钱而做什么违法的事吧？看你说的，你了解我的阿辉，我有那个胆量吗？其实我觉得呢，赚多少钱并不重要，只要我们两个人相爱，然后能够平平安安的在一起就可以了。我们家小磊啊，还真争气啊，他自己估计啊是630分，实际上还不是这个分数呢。小磊说呀，啊，上了这个分数线，有上北大的希望啊。爸，您吃苹果。要搁过去呀，啊，这可是中了状元喽。是啊，我们张家小门小户的，总算出了个光宗耀祖的儿孙喽。是的，是的。爸，您就放心吧，啊，您快吃吧，吃点吃点水果，吃点水果哈。我猜你准是干公安的。为什么呀？现如今除了公安局没日没夜的吗？我猜不出还有什么行业也这么频频出差，还神神秘秘的。你先别管我是干哪行的，哎，你能不能摘下头套，再让我听一听你真实的声音。
如生活可以重新选择，重新选择，假如生命能再轮回一次，轮回一次，我相信爱从这里开始，我相信爱从这里开始。